哎，你们来了，来这么早。这台琴是新琴。这是刚挑的一台琴，就它了，5分钟就选好，特别快。那很厉害，这台琴是最近特别喜欢的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音色啊，各个方面，还有就是它的整个，我觉得整个方面，我觉得都比较满意不会想带他去巡演吧？的。现在考虑是会让他跟我去巡演，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城市，可能有一些地方吧，觉得应该会蛮有意思的。要拍练琴吗？现在？对呀，对呀。好，那就一点呗。行，好。比较特别，比较难一点，因为左手呢是要像肖邦一样保持平均的，但右手呢是可以让自己发挥，说是叫做各弹各的旋律，所以要练习一下。差不多了，但是我们今天给你带了份礼物。是吗？什么礼物啊？还有礼物居然，哈！我觉得我们对你特别好。哇塞，这个看起来很厉害，一个袋子。可以拆开看一下。哇塞，巡演的一个帽子，很对。酷哦，正好缺帽子的，最近没有帽子。对，防晒然了。后还有一件衣服，这衣服吗？对对对，现在就哇，很舒服这个。好，那可以，待会儿就可以，是给我的吗？你可以先拿着。还有什么？看看，来看看。这个是卡片。这明信片里面还有一张小哎，这有点像那个小时候那个什么，我觉得方便面里面那个卡片，或者是像那个游戏机那个打游戏卡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哇那塞！集了这个小卡能召唤你吗？可以啊，应该是没问题。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大一本，对，这是一个画册，然后我们巡演的时候会签售这个画册。这很像一个什么历史书一样的，很巨型，像什么？里面有很多这个，这蛮特别对，礼物还满意吗？的。不错啊，是给我的吧？那个签个名呗。好。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就可以转送给我了。哦，那不给我吧。拿走了，拿走了。好好好。还有两个问题是替乐迷问的，巡演马上开始了，现在什么心情？非常高兴啊，因为可以跟大家见面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有一些
有很多不同的作品，像舒伯特啊，像拉赫玛尼诺夫啊，觉得都是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，而且这一次的巡演都是大家都知道主题是奏鸣曲，所以都是一个古典时期，一个是浪漫派时期，包括肖邦在这个过程当中的，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、非常有代表性，应该说是能够展现钢琴的，所有钢琴所需要的技巧和音乐的内容的整体的体现。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想要剧透一下吗？这次巡演可能在巡演的路途上，会有一些特别的体验，先保密一下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。OK，好，那我们这次真的走了，你先生再见。好，拜拜拜拜，帮我把门也带上啊，谢谢。